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，这个月的销售额上升了20%，主要功劳还是小王。你怎么回事？迟到了还大摇大摆的。哎，我刚刚去谈项目了，倪总签字了，20万到手了。小王不错啊，但是今后别迟到啊。老板，这个李总是我的客户，我本来下午就约了李总的，你看。娘子，这种事情很难讲先来后到，下次努力就行了。我知道了。哟，杨子，去跟老板告状了呀？我告诉你，能抢的客户是我的本事。小王，你这上班时间怎么在睡觉啊？老板，我这个月业绩已经达标了，不睡觉也没事做呀。不像杨子。真的吗？这个500万的项目能投资吗？那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吧，13134956789。好，那我们晚上6点在公司楼下见。小王啊，你们公司还有你这么好员工啊，真是屈才啊。张总，您过奖了。张总，您过来了。小王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才来啊？老板，杨子居然让张总等这么久，还好我及时向他接待。张总这么大客户，你就这么晾着？赶紧订个好点饭店。老板，你误会了，是张叔非要等我去他家吃饭的，是吧，叔叔？叔叔叫你好几次，你都不肯来吃饭，结果才见过你就肯来了。上次叔叔都是几个亿的项目，都是你爸爸签的，这几个项目算到了什么？有多少拿来，我都签了。老板，咱们公司剩下那几个项目也让叔叔一起签了吧。当员工比老板有钱。兄弟，晚上吃什么？你要请我吃饭啊？啊，我想吃龙虾、帝王蟹、鲍鱼。好。对了，今天晚上买多几瓶好酒啊，我叫上几个朋友，到时候别不够喝。好，没问题。哼。小王，你说你这一天天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啊？天天就知道占你便宜。你说你一个保安一个月能赚几个钱？这不明显耍你呢吗？没事的，老板，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小王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你不了解人性，朋友要患难见真情。我打几个电话你就明白了。喂，小张，我最近公司遇到点问题，你借我50万。不好意思啊，大斌，我最近手头也不宽裕。那行吧。喂，小李啊，我现在遇到点困难，需要50万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我信号不好，挂了。看到了吗？这些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跟你说你也不懂，你打电话给你最好的朋友你就懂。喂，兄弟，我最近遇到点困难，你借我50万可以吗？现在明白了吧？支付宝到账200万元。我给你转200万，剩下留着备用。刚刚小赵跟我说遇到了困难，我这里有500万，你先拿去用，不够再跟我说。遇到了困难怎么不告诉我？还是不是兄弟了？可是你们不怕我还不上吗？你家那么多栋楼，开什么玩笑？还不上就送我一栋吧。记得关注我哟，当员工比老板有钱。老板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别人的年终奖都发了，为什么我的没有发呀？哦，你今年年终奖取消了啊。哎，杨子，老板就是看你太老实了，欺负你。你也这么好，凭什么扣你年终奖啊？可能老板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吧。老板，你买的房子已经帮你办理好了。好，你去忙吧。你看你还替他说话呢，他扣年终奖自己买了房子。娘子，今年你的年终奖虽然没有了，但是有这个。老板，这是给我的。是啊，我知道你们家是农村的，父母年纪也大了，你在这边上班照顾他们也不方便，所以啊，我就在公司附近买了一个房子，你把父母接过来照顾也方便一些。可是我不想要房，我只想要年终奖。杨子啊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可是一套房子。对呀，老板，就是因为是房子，所以我不想要了。我家房子实在太多了。
每个月收房租都收不过来。这房子我是不要了。你有那么多房子，入职登记你写个农村的。对啊，我是广州猎德区的。记得关注我哟，当员工比老板有钱。你好，我找一下杨子。你好，请问你是？我是她男朋友。不用叫我了，你回去吧。我家里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分手吧。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早上来找杨子的帅哥好有钱啊，开的都是迈巴赫，条件这么好，杨子为什么要拒绝人家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杨子他是农村的，他肯定是觉得配不上人家呗。也是哦，门不当户不对的，以后去了婆家肯定不好过，还是不要高攀的好。老板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杨子，我相信最近办公室的流言蜚语你都听到了。老板，我大家说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想法。现在都21世纪了，哪有什么门当户对？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。虽然你是出生在农村，但是你也很优秀，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，现在又有这么好的工作，你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，相信自己。老板，我当然知道我很优秀啊，只是我父母觉得他是城里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家虽然在农村，但是每年我们村里给我们家的分红就有上千万。我父母平常在村里打打麻将，打发打发时间，躺着就能赚钱。当年我妈就是从我们隔壁村嫁过来的，现在我妈回娘家走动也方便。分这么多红啊，你家是哪里的？我家在广州猎德村啊。那你妈妈是？啊，我妈是隔壁显村的。记得关注我哟。新的一年新的开始，很好，大家都没有请假，准时回到了岗位上，我们来彼此打打气，说说自己的梦想。来，小王你先来。我的梦想是攒钱出去。我家这套房没人住，送给你了。小赵，我的这辆保时捷也开腻了，送给你了。老板，现在他们的梦想都完成了，说说你的梦想吧。